者壮士协台北报道，因毕业季到来，日本老爷酒店推出毕业生专属优惠系列，包括优惠住宿方案、谢师宴餐饮等。毕业生们可拥有难忘回忆。日本老爷酒店推出的毕业生优惠系列中，毕业也要揪揪团入住五星级饭店优惠活动，自1/6起至7%止。凭2018年毕业证明文件，无论是研究所、大学、高中毕业，甚至家中有国小、幼稚园毕业孩童的家长，都可凭相关证明。一次人揪团每人每晚1888元起的优惠价入住日本老爷酒店，再加赠四人早餐。此外，三人及双人揪团住宿另有优惠价格。住宿优惠之外，日本老爷酒店也推出谢师宴、感恩回馈价。31/5前预约纳鲁拉自助晚餐谢师宴，可享7折早鸟优惠，每人704元起。另外还有6000元以上中式和菜选择，每桌还赠送限量金牌台湾啤酒、无限量特调果汁、天目风雨免费泡汤券等，满5桌再赠卡拉 OK 翻唱3小时。日本老爷也与红牌油漆合作推出会见新房公益活动，邀请人气忙碌插画家米粒大叔、超值版八元哥、熊修葵、老板之余、天天好事等彩绘饭店啊，强成为吸睛的网美打卡桥。宾客走访日本老爷，可看到米粒大叔、熊秋葵和同爬元哥等可爱角色人物。往饭店大门口走，还有多个角色人物一共成热气球的独家画面，吸引人们驻足浏览或拍照打卡。因毕业季到来，日本老爷酒店推出毕业生专属优惠系列活动。日本老爷酒店提供日本老爷酒店邀请人气网路插画家彩绘饭店外墙，成为吸睛的网美打卡墙。日本老爷酒店提供